吃水果生蚝，尤其是大的女性。因吃水果不能扛，而且能瘦身，而且富含富的生素 C， 具有美容的作用。但是有很多水果是非常的，各位知道。第一，草莓水果一直以就受到了大家的喜，外表的吃起酸甜可口，而且有很多吃法，老人和孩子也是特的喜吃。草莓其实很的一水果，表面凹凸不平，不易清洗，有草莓也不是很容易活的，常需要上面容易流卵，所以吃的后一定要洗前，可以加水浸泡。第二，油桃水果也是非常的受营，因其他桃子表面都有毛毛，吃的后很麻，需要削皮，油桃的出就很多喜吃桃子的人的方便，而且味道也是很不，油桃表面光滑，很多人就洗一下就钱了，其不是，油桃也是大量的，所以吃油桃的后也是要清洗前衣。第三，莓水果也是非常的受营，吃起酸酸甜甜，而且冰过后也是非常的好吃。但是莓也是狠的一水果，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，而且有很小的细面，很容易藏一些卵，清洗的后也是很麻，清洗莓的后可以加水浸泡。第四，桃受大家喜吃的一水果，但是桃水果也是很容易藏籽的水果，在清洗桃的后也是最好加浸泡。